是打直的，好大好大的旋风飘啊！对，一只妹妹，一只妹妹，别跑，一只妹妹来了，不行。哎，好，这个好，好多钱，好多钱，好多枪。好，那我们的大致的故事讲的可以带哇，果然你看，哇哦哦哦哦，加速好快哦，太快了吧，这故事。霓虹又带 ski， 好，欢迎回到直播的崩坏学习时间，好不好？今天趁着我的 EXP， 好吧，才一级就要那个就可以升级了，好不好？就可以回满15，就来挑战我们98关卡啦。就算输了也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然后那我们就继续挑战我们98关卡了，好不好？啊，前面打的是我们的97关卡，是我们的魔法师少女，好吗？它的效果基本上是跟那个占卜少女是差不多一样的效果，就是它会增加一些。萌妹妹他们攻击力加上他们有一次可以格挡机会啊，可是他额外增加的就是那个让你的攻击力降低，还有就是你被萌妹妹打到的时候会比较痛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打的98女孩呢，就是我们的护士小姐的大只版啦。 啊护士小姐大只版通常就是呢不是通常就是他是跟那个啦啦队女孩合体的，好不好？所以不过他有加一些特殊效果，就是补血之类的。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要选一个子弹比较充裕的，不然我时常子弹不足会GG的。哎，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自己输大家很多的地方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废话不多说，拜托拜托拜托。快点嘞，哈哈，神色地图等等你快啊。好，然后就是不知道，其实我在前面应该也说过很多次那个那个真剑少女的打法，就是其实基本上他们要过来的时候啊，你可以就是后退一下，这样他就不太容易打到你。比如说我做个尝试，你看他过来的往后他就打不到，看得清楚吗？清楚哦，好，清楚就好。然后这是双霸鬼火攻击手女孩哦，如果能够清掉的话就尽快清掉，不然你的地板上会全部都是火焰哦。然后双载摩托车少女呢，之前也讲过，好，就是她妹妹会在后面丢那个炸弹，好不好？然后第一只精怪出现呢，是我们的普通弓箭手女孩，配上防御盾加强哦。好，通常遇到防御盾加强的时候呢，我跟护射，我现在拿的是50等的，很开心的一把鬼女女武神长矛，好，因为我怕到时候子弹会不够用，所以就可以带多一点武器啦，好不好？好，你看萌妹妹这么多啊。就是逼着我浪费子弹，基本上就是如果血量不怕的话，那就是多带一些能够攻击的武器，就是有时候起码就是一些子弹会比较好应付他们啊，就是这样，没错，没错。好，第二只的精怪出现了，是真剑少女，好不好？大家都看到了，然后我的子弹快没了，不知道为什么。没关系，我们有狙击杠，也简称狙击枪，很痛哦，怎么很痛？好，这个时候我没闪，没关系，可是子弹差不多补充裕了。通常大致的中，对不对？就是剂量就是用那种攻击造成比较高的，比如说我的这把，按久一点出上那个图案的时候，就是58暴击率了，棒，开心。好，但子弹又满了，哎呀，今天忘记介绍他们的效果了，打太开心了，对不起啦，你们可以重复看影片就知道他的效果 ，sorry 呢。好，没问题，然后我们继续挑战我们的关卡，小心鬼火，鬼火烧人很痛的。通常那个气额是很厚的啦，基本上两发有没有就拜拜。两包5000，一万，我就不相信一大堆人都可以承得出10000的攻击力。好，再下第三只精英女孩啦，好不好？是我们的防爆队队长，配上一只护士小姐。哦，我要吃子弹。
好，然后它的效果是那个毒弹加上那个板甲，那记得板甲的话，它在发射的时候尽量就是不要攻击它，不然危险。就是这个时候不要攻击它，我先用巨枪爆它盾。好，你就等我狩猎了。哦，看到没？是5000攻击力哦，帅气，飞了。好，这差不多，等下就要攻击魔王了吧？应该是这样。然后记得就是，如果你有补血量，你怕你子弹很多，你用多一点补血量的东西是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子弹很少的话，就尽量就是都装武器啦。反正其实这个游戏是很自由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不好？趴着玩也坐着玩，趴着玩还是看这瓶凹玩，耶耶耶耶耶！你讲哦，看来应该是，居然还有一只精怪。是我们的空军小女孩的精英版，好不好？是加速再加上攻击加倍，好不好？大家要小心一点。通常空军小女孩呢，就是有人讲过啦，就是她是用那个散弹枪就可以让她很痛，很痛之外呢，她就不会射那攻击啊。另外一提啊，那个我们的火箭筒也是这样的效果。好女娘，让我一发击爆你们吧！爽。啊啪！啊，好爽！呵呵，我有点变态啊，还射屁屁，嘿嘿。好，我们这样就成功的打到魔光了吧？好，记得我教大家一些东西，就是你 BOSS 关啊，如果怕的话是可以慢慢走，让一些萌妹妹们先出来，就是这样打比较不会那么的快，就是萌妹妹不会那么的多，可是她不会一下子就全部出来这样子。好，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尽量就是先把一些。能够杀死的先杀死，不然麻烦。好，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先关他们的动态，你会发现是一只天然呆护士，然后加上我的血量一直在减少，我痛，一带，有点恐怖，这个有点恐怖，危险。哦，我先清除了一只，可是这个太大，这个有点危险。哦，我的血量快没了，GG！这个有点恐怖啊，那只，因为它现在配上的是护士的效果，然后再加上它自己加速，所以它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大家要小心哦。它的速度是加快速度加上攻击加倍，然后会被捆绑，所以尽量先清除它的这个。来了来了，是加速，大家可以就是这种回头打法的嘛。可是如果你真的太快的话，就等它加速减半的时候再那个攻击它，好不好？大家一定不要拼得太你死我活，相信大家都看到5000多滴血的泽平就这样瞬间快没子，没了吧？哦，好险，清除掉了。看来我们这次可以慢慢的虐杀这天来带护士的一只。告诉你啦，你有什么效果哦，在泽平面前都没用，因为你不会攻击，你只会用毒弹，可是毒弹没办法制定我，哈哈，活该。其实这关很重要，就是前面有很多那个。小兵嘛，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抓抓女再配上那个大只的那种企鹅女，因为她企鹅女是那个攻击加倍再加上加速效果，如果再配上护士的加速效果的话，那是很恐怖。然后加大家一点，如果你是玩狙击枪的话，朋友呢，如果你在瞄准的时候，你发现那只萌妹妹已经跑走的话，你可以移到别的地方，这样，比如说这样集好气，然后移到别的地方，它就不会射，会射出去吗？哦，不会，他不会射出去，好不好？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就结束这关吧，啪！好，那我们明天就要挑战我们的妖狐女王了，大家再见了，拜拜。こんなもんね。那基本上大家注意，就是那个后面的关卡那几只，尽量先把那个怪萌妹妹们先清掉，摩托车先清掉，尽量先把那个没有，哦，对不起，没有那个。血量很多的那种先把它清掉，就是请他们去吃便当，然后吃便当完之后再挑一些比较能打的先打掉，然后尽量不要被抓到，因为不抓到被缓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哦，尤其是大只的企鹅娘。好，大家明天再见喽，拜拜。